这场没有不够电了，他没有很弹，没很弹了，这次不弹了，不弹了。干嘛都蹭我？你刚刚反弹走啊？等一下，干嘛都蹭你？干嘛都蹭我？好蹭好蹭。那什么题目呢？ Survival 这样嘞？没有欸，没有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弹了，不弹了。它可以改变主题欸，背景。背景哦，酷酷！哎呦，改变背景就又弹了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哦，有有有，嗯，这是背景的关系、欸，背景会弹，好好玩啊！有人说曾经超弹，哦，超弹，我放在冰块上，这个好了啦，这个地狱。有人说曾经患上什么病？患上什么病？哇，那我的病很难盖、欸。我的病也很难盖欸，那还是不要。你们怎么都这么有病呢、啊？我的病你怎么病这么多啊？我的还要定期检查呢。哇塞！哇塞！我大家其实身体都不太好。看一下还有什么？欢迎你好会顶哦、啊。这还有万圣节跟哇、哦，好惨好惨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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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眼睛痛眼睛痛，这是数学类格，这是数学类格，这个好吓趴。万圣节，万圣节还蛮好看的。有个西瓜节啊。没有，哇，西瓜姐也太针对了吧！我反应我顶进来了，那个啦，还是先要菜这个，哇，好远，反应好会顶，第一主题，让我出去反应，哇，小雨顶我哎、欸，哇，你的肚子，你从那里，你从这里顶过来，我看会不会把我顶过去又顶回来。你是来回弹来弹去吗？感觉有点难。我操！传球吗？打乒乓哦。再过去。顶来顶去。对，我要什么题目？对啊，要什么题目？要什么题目？哦。有什么题目？哎呦，有垃圾车的声音。我的，我的。我家的，我家的。噔噔噔噔噔噔！有人问我说：“有生病过吗？”当然曾经有没有不小心把重要东西丢到垃圾桶，捡不回？这没有哎、欸，把钥匙丢进垃圾桶，附魔钻石剑之类的吗？觉得现在最废的影片题材，农场标题吧？影片题材啊，嗯，居然。居然什么什么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是题材哦，要是题材，而不是标题。题材，对，就是影片的内容，最废的影片内容。母亲节也快到了，然后呢？母亲节礼物，母亲节都出过了。母亲节礼物，母亲节的有关母亲节都出过了。再想一些，已经都出过了。妈妈真是不伟大了。好、哎哦，这个不是我说的哦。生活用品应该出过了。布丁 gay。思考一下。你老妈的口头禅，口头禅。嗯。口头禅，不然单纯出没有是你老妈的。你老是要老妈？因为母亲节要到了。可不可以他老妈的？他老母的口头禅、啊，最怪的怪癖，好像有过。他老母的口，好像有过。他老母的口头禅，你妈的那个怪癖。你妈的怪癖，然后是好意思哦。你妈才有怪癖。感谢订阅。全家都有怪癖，你全家他妈都有怪癖，是我妈。也太好笑了，不然可以出那个怀旧动画。哒哒哒，出过了，出过了啊，出过了，出过了。完美撞题，你老妈的怪癖也可以啊。不要你老妈的怪癖啊，太没礼貌了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。日
自己的啦，自己妈妈的可以。那我们来抽一下吧。哎呀，好，看什么东西？他字数怎么？五个字以上名词。名词，名词，名词。然后要跟妈妈有关。好难哦，有关的名词。好难哦，跟妈妈有关的名词。我们国文不好啊！哎、欸，我想到一个香奈儿的香水，那是形容词吗？还是没有形容词加名词？对啊，哦，香水才是名词吧、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名词特别难哎、欸。对啊，嗯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看有什么可以跟妈妈带入。虚构要哎、欸，要带妈妈去哪里？我知道了。如果你要写一本妈妈的轻小说，你要用什么标题？要什么标题？轻小说标题？哦，这是太难了吧！最近轻小说不是什么我老妈转身成为史莱姆。如果我妈转身成史莱姆，妈妈带着手机。如果我老妈成为哥布林杀手，带着妈妈穿越异世界。我老妈从零开始的异世界，太白痴了吧！这感觉是动漫家老婆。我老妈成为不死之王。火影妈妈，火影妈妈。当我老妈拔出第二把刀，第二把菜刀吗？妈妈，妈妈哪有那么可爱？第二把菜刀，这样还算是妈妈？老妈气流斩，妈妈大作战，老妈帮我撑十秒，赖床吧，再十秒，赖床，我要再赖十秒，再给我十秒，妖精的妈妈，很小的妈妈。独眼的妈妈，我成老妈了。动物老妈吗？动物老妈，这也太好笑。哥布林妈妈，想不到老妈写轻小说这么有趣、啊。晋级的老妈，我觉得以后就有。为妈妈的世界献上祝福。为妈妈是，我快讲完了啦。有人说为美好的妈妈献上祝福。太白痴！看来那个老妈妈很可哦，一拳妈妈，一拳妈妈，妈妈感觉超强，妈妈好凶哦，妈妈好狂哦，这妈妈好强啊、哦！一拳妈妈，海贼妈，在地下城寻找妈妈，是否搞错了什么？啊，不知道，我觉得妈妈龙珠，我看怎么想看这些作品呢？有五个妈妈的我，异世界邂逅吗？蛮好笑，异世界邂逅妈妈是怎样？在地下城，在地下城寻求老妈，是否搞错了些什么？我觉得不行，我不喜欢看这部作品，我会不喜欢。不要让我不喜欢。火影忍者妈妈传，满脑都是妈妈的，我没办法谈恋爱。妈妈的奇妙物，妈宝，真是妈宝哎！哇，笑死！这个题目太棒了，这个好难啊！妈妈梦幻岛，所以要自己想类似的，不能是有过的，媽媽所以讲过的都不行了。家有妈妈，有过实际作品的都不行。哦，自己掰一个啊！好难哦，要自己掰一个，太难了。不行，我觉得有点稍微有点难。帮助妈妈，妈妈之国，太难了，妈妈。就去跟妈妈冒险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所以就真的要妈妈的，没有，妈妈的亲小说封面哦，哇塞，五等份妈妈，我们这一妈，我有五个妈妈的，我个人现在有的哦，自创的，啊，有自创超难的啦，所以要来了，要来了，真的吗？来啊来啊，可以啦。反正就是要把一个东西加上妈妈就对了。对，所以要自己想是不是？要自己想。不行不行，是现有的作品，不能现有的。哎呦，不能现有的。哇塞！哇哇，
那万一不小心想到跟现有的有点雷同怎么办？刚刚没讲过的可以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我刚刚没讲过可以是不是？好好好，刚没讲过可以哦。好，让我想一下。那我觉得这个很棒，我想要这个。我想一下，我看过的动画这么多。我没撞底啊，应该是不会吧？我想到了，哇，这要怎么盖啊？刚刚没讲过可以，那我有一个经典的耶，好了，感觉就是下一个动漫，然后把那个头变妈妈的头，刚好对啊，是这个月的贤者之孙，贤者之母。你们可以再多讲，一点就越来越少了。对对，黄金神妈。看我这个月前几个月的也太好笑。好了，这个好了。我出的奖品就是幻痛了。这种标题大家不爱看是不是？换掉。我觉得这个超好笑的，这题目好了，我好了。妈妈的，超难干。我真的觉得刚这个又简单，对不对？而且又合体。刚刚最好笑的真的是那个一群妈妈，那个太好笑了。一群妈妈很强。这一群妈妈超强吗？我跑，超屌的。One punch。妈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聪明老母。我觉得这个好棒哦。OK。我看一下现在有什么动漫。我觉得这个好棒哦。哇，五等份妈妈，这个我有点崩溃，我完全不想看这部作品。五等份的妈妈，你说刚没讲过的可以？这个好了，这个我觉得不错，有没有很像那个轻小说标题？那我放了、哦，放哦，不行，不要把妈妈跟可爱串起来。好了，我怕我没看过那个作品而已。我怎么在黑羽后面呢、啊？傻的，你死的！我靠，小雨！哎，我没看这一部啊！我丢失了，小雨烂了一题啊！哎，我那个超好吗，秋风？哇塞！哎，杰克，你这个作品我有看过、哦，我没看过这一部啊，至少你有看过。我觉得我的标题比较好。可是我要怎么？我的很棒，这太长了吧？太长哎、欸！现在新小说标题都超长的，真的。小雨，你抽到我的？什么末世在做什么？不是，他是抽到我，可以来拯救吗？之类的，超长。原来你的题目虽然很好，但不好盖啊。我也觉得不要，我不要盖巧克力那一种。我想要看一下这个。这个有怎么盖啊？这个作品有没有 logo？ 哎、欸，我真的没看过这一部黑鱼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哎、欸，我在找时间看，可是一直没机会看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刚刚出的题目是什么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太早忘记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刚刚说什么？不能讲哦。对，我在想。哎、欸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提示两个字。我提示两个字，妈妈。不错，优秀。可是你知道这个，我想起来了。可是你知道这个题目对不对？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可是我觉得你说的这一题有点难。妈妈的轻小说标题很难呢、欸。你是说谁的很难？是黑羽你拿到题目很难，还是我拿到的题目很难？哦，加油！我会觉得蛮难的。还有人生攻击，我会觉得蛮难的。你讲到题目还有人身攻击，好了，我决定了，就盖嘛，然后嘞、不要乱改，以免出错。好难哦，这超难盖的，我天！哇，妈妈，我的妈妈哪有那么可爱？不行。这部作品我真的吃不下去，这个我吃不下，我不会去看的。你再讲下去就泄题了哦。对，要你再讲就有撞题了，危险啊！真的假的会撞题？有人会啊？哦，有可能。请对妈妈尊重哦，尊重妈妈。妈妈家里亚波丢，地方妈妈很生气哦。地方妈妈的愤怒。哎，有办法复制东西直接复制过去吗？不行。你会到时候你会指定吗？我劝你还是不要。
对，我不会，那可能指令一错就会大爆炸。对对对，我劝你不要做这么做。他们都是过来人。啊，我也觉得盖这样就好了，其他的就给他们自行想象吧。哎、欸，完了，后面的那个完了。你后面能发出？但是你想得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我的盖啥毁，看不懂。难哦，演员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是这个吗？一拳吗？这个好难哦，你会想出这个啊？嗯，没办法，跟聊天室突然打到这个，是谁？把他叫出来。